好，我们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我们在上一节课谈到了阿毗达摩，在讲到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清楚有两种谛，同时我又讲到了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阿毗达摩呢？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想不想要了解自己的身心呢？想不想？想，那应该学习阿毗达摩。想不想了解这个世间呢？想。想不想？想，那应该学习阿毗达摩。那想不想了解生命呢？想，那应该学习阿毗达摩。想不想系统的了解佛法呢？想，那也应该学习阿毗达摩。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上座部佛教传统里面，我们把阿毗达摩说成是佛学入门，一点都不错。在缅甸，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阿毗达摩，在佛教里面他不能立足，他无论是讲经他只是胡扯，如果他是在修行他不懂阿毗达摩，那只是在瞎搞。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送到寺院里面去，他一出家，那他的导师那些长老就会叫他学阿毗达摩，而且学阿毗达摩他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叫他先背阿毗达摩塔桑嘎哈，先背是阿毗达摩议论，等他背得滚瓜烂熟之后呢，再教他里面的意思。等他成长了之后呢，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对阿毗达摩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很完整的把握。在缅甸还有每年都会有举行不同层次的阿毗达摩的考试，也就是说阿毗达摩在缅甸佛教界是很普及的。缅甸的阿毗达摩教义是全民性的，几乎是全民性的。在缅甸里面有适应不同阶层的人学习阿毗达摩的教材跟书本，有很浅的到一般普通人的，例如说生活当中的阿毗达摩啊，给一般平民百姓的阿毗达摩，还要给那沙玛内那些学习的阿毗达摩，还要给那些比丘，那些专门为了考试的学习的阿毗达摩，还有为了学子研究的阿毗达摩，还有为了修行阿毗达摩。所以呢，阿毗达摩在缅甸传统的佛教界它是很普及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上座部佛教国家，在教理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跟缅甸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缅甸的佛教在僧团在教理方面是在上座部佛教国家是最强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想系统的掌握了解佛教，我们应当学习阿毗达摩。而阿毗达摩所讲的就是让我们了解生命，因为阿毗达摩讲的就是色法跟名法，换而言之就是如何去认清我们身心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同时还涉及到世间。虽然阿毗达摩不是以研究世间为目的的，不过呢，我们通过学习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了解，原来阿毗达摩对世间他还是有独到的一种看法跟分析法。
所以我们掌握了阿毗达摩，对我们无论是用在生活上、用在信仰上、用在禅修上，都有莫大的帮助。出家人只有两种义务，一种义务是学习的义务，一种义务是修行的义务。也就是说，作为出家人来说，他应当学习三藏，学习经教，同时应当勤修止观，应当修习戒定慧。那我们现在 谈论的是阿毗达摩，但是阿毗达摩不能够单独抽起来，阿毗达摩属于三藏的其中一种，我们就应该把阿毗达摩放在三藏里面来去看三藏跟教理、三藏跟禅修的关系怎么样。三藏是哪三藏呢？在上座部教里面，它的次第分别是律藏、经藏和论藏。在学习三藏的时候呢，分别应当用不同的教法来学习。学习律藏应该用律教法，学习经藏应该用经教法，学习论藏应该用论教法。那我们在上一次讲课的时候谈到了真谛，就是谛有两种谛，一种是世俗谛，一种是圣义谛，又称为究竟谛。律教法主要是讲世俗谛的，经教法呢涉及到圣义谛，也涉及到世俗谛。论教法是以谈论圣义谛为主的。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律教法它主要是讲到有特定的对象的，例如说人就是人，物就是物，它都会有时间、空间、人、具体的人、事物这样的概念。而在律教法里面呢，讨论的主要还是以概念为主，例如说讲到人啊，不同的人啊，僧团应当如何运作啊，这些都是属于律教法的范畴。而经教法呢，经教法包括了两种谛。在讲到圣义谛的时候，如果佛陀直接开始五蕴，开始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属于圣义谛的范畴。有时候佛陀在经典里面也会因材施教，会讲到人啊，讲到事啊，讲到物啊，这是属于世俗谛的范畴。而在论藏里面呢，就纯粹以分析法为主，把我们所看到的人事物种种现象分析为最小的单位，然后再去分析它，再去研究它，再去组合它，跟再去了解它，最后在修行的时候再去观照它们。那这三藏呢，又跟修行又有什么关系呢？三藏分别对应三学，其中律藏主要是指导增上戒学的，经藏是指导修习增上心学，也就是定学，论藏是指导增上慧学的。这三学又跟禅修息息相关，增上戒学主要是在行持上用来持戒，增上心学是用来修止而培育定力，增上慧学是用来修观而培育观智、培育智慧。这三学分别对应是三藏，所以上座部佛教的三藏跟北传佛教的三藏在次第上稍微有点不同。在北传佛教的三藏都是以经律论这样的次第排列的，但是上座佛教的三藏是以律经论，它分别对应的是在修行方面的戒定慧。在我们无论是学习经教，或者说在指导禅修，我们应当明确
三藏之间的范畴。如果一个修行人，一个出家人，只是研究立藏，只是持戒，但是没有经藏，没有论藏，或者说没有止观，没有止观，没有实修的持戒，那么戒就像什么？就像枷锁，没有实质。如果一个人只是讲到持戒，持戒很严谨啊，这个开支吃饭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没有修行作为后劲去资助他，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是很死板的，是条条框框的，就好像一只老虎啊，老虎的模型，它裹着的是老虎皮，但是我们远远看上去好像是一只老虎，但是一看没有生命。如果没有禅修为支柱，持戒也是没有生命的，因为佛教的核心并不在于持戒，持戒是为了帮助禅修。而谈到禅修呢，它又必须得以持戒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不持戒，只讲修行，只讲心，只讲到修止观，但是没有持戒为基础，那么他很可能他的行为是很放逸的，因为他没有个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有了持戒，在持戒的基础上在修行，这样的话呢，变成就是进退有序，静止有余。那对于经跟论之间的关系呢，因为经典里面它很多讲到的是修习如何修习业处的问题，所以在上座佛教里面呢，经藏它以修增上心邪为主，虽然它也会涉及到增上慧邪，但为了对应三学来说呢，我们可以说经藏它主要是以教导经教法为主，经教法讲到的很多是属于世俗地的范畴，而我们说到的修定多数都是属于世俗地的范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经教法里面知道我们如何修定，而如果我们想要培一定地达到禅那，我们取的对象就是专注的目标必须得是概念法。概念法属于圣义地还是属于世俗地？属于世俗地啊。我们等会讲概念法的时候会更清楚。如果一个人只研究经藏，但是没有论藏为支持为支柱，那我们会看他对于经藏的解释是很佛范的，很表面的，他涉及不到很核心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会看到他没有一个向心力，他只是会很多名相，但是名相没办法把它统合起来。但是呢，如果在论藏方面，他就是在这方面是非常专行的，他把各种各样的在经典里面讲到的名词啊、术语啊，他都把它统合起来。如果我们先学了论藏，把握好佛教的整个体系之后，再学习经藏，我们就不会给在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到的，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不同的处所所讲到的迷惑，因为我们能够把握到它的核心。然而，如果只是讲论藏，但是又没有经藏为基础呢，那又不行，因为论藏只是讲到，主要是讲究竟法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心、从性、从究竟法去讲，而没有概念法来保护，那么我们可能连话都说不成。我们说话会指的啊，某某人、某某人，是不是啊？男人、女人啊，老师、学生、阿舍离、弟子，这些很多都是属于律跟经里面的。在论里面呢，只是无蕴，只是名色，名色对名色，我们就没有区别，因为在论教法里面分，用分析法分，这个世间没有世间，它只是一堆名色法，一堆不断生灭的无常苦我的名色法。正是因为有了三藏，所以佛陀的教法它是完整的，
他不会只是偏移一边，也不会只是啊叫你做这些东西，例如说持戒一样啊，开始吃饭你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你没有核心，也不会说只是讲经教，但是论教没有论教去统合，那这样的话便是只是表面，而且也不会拿了论藏，然后呢去掉了经藏跟律藏，这个也不行。所以三种教法对应的三藏，三藏对应的是三学，它分别是在我们在禅修上，就是在持戒清净的基础上修习止观的培义定慧，唯有通过培义的慧，我们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解脱。然而当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如果经论跟律教法相冲突，我们应该要取舍哪一边呢？例如说，如果在经论方面我们佛陀是这么讲，但是他跟律藏的某一些教导他又有些冲突，那应该迁就哪一边？迁就律还是迁就经论？例如说哈，我们作为比丘，作为出家人，可不可以因为我要禅修，所以就不去参加诵戒呢？僧团的义务就可废除了，可不可以？啊，可以吗？不可以。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我只要禅修，我只要学经论，就把自己的义务废止。所以佛陀为什么叫一位比丘出家呢？要五年先要学习戒律。如果当我们律的义务跟修行跟邪经教有冲突的话，先要履行律的义务，所以你不可能说我要修行我就把一切的义务都抛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戒不可能清净。同时在经藏跟论藏里面，如果发生了冲突，是应该就经藏还是就论藏？啊，就经藏。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是以论来废经的话也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造成思维语言表达的混乱，甚至会造成世间的会破坏这个世间啊，只是讲最核心的东西，但是没有下面的基础做架构。在我们无论是学习经教，无论是实际禅修，应当要弄清楚这样的关系。如果是我们真的弄清楚这三藏、三教法、二谛、三学跟禅修的关系，那么佛陀的教法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他们之间其实不会冲突的，只有我们摆清楚主次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到佛陀的教法不仅仅不会冲突，而且是层层增上的，是层层殊胜的。那这个就是三藏三学三藏跟教理以及跟修行的关系。那我们现在下面来学习概念法。虽然论藏或者论教法阿毗达摩是以讨论圣义谛、讨论究竟法为主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生活跟概念息息相关，或者换而言之，我们就是生活在概念的世界当中，因此我们先来学习概念法。概念法巴利里的班亚蒂，有时候也翻译成施事，有时候也翻译成假名。概念法在究竟意义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却能够作为究竟法的影像被人们所识知。概念法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意义概念 Artha Panyati， 第二种是名字概念 Nama Panyati。 意义概念是通过概念所表达的意义，名字概念是表达这个意思的名字或者名称。比如我们说剔除虚法
着袈裟衣，或者穿披着袈裟，过着出家无家梵行生活的，称为什么人？称为出家人，或称为沙门。那沙门就是他的名字概念。而讲到剃除须发，身披袈裟，过着出家无家的梵行生活，这一段表述是意义的概念。意义概念又可以分为几种，第一是形状的概念。形状的概念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方啊、圆啊、长啊、短啊、高啊、矮啊，或者说到的大海啊、大地啊、山、树，这些是形状的概念，因为它们是由形状或者它的名字表达了某种形状所组成的物体，称为形状概念。第二是组合概念，比如说房屋啊、汽车、村庄啊、城市啊、墙壁啊、门啊、窗啊等等。比如我们说到房屋，房屋它是由屋顶啊、有柱子、有门、有窗等组成，所以这些组合我们才产生了房屋的概念。又比如汽车，汽车是由车轮、由座位、方向盘、底盘、车门、车的外壳、车顶等等这些种种的零件部件组合而成，我们形成了有汽车这样的概念。又比如说村庄，村庄是由若干的道路、房子、井、树等组成，我们形成的村庄的概念。而城市呢，也是有很多的街道、建筑物、公园、树、湖泊等等组成，所以有了城市的概念。所以说，若由若干的事物或者物体组合而成的事物或现象，称为组合概念。下面的是方向的概念，第三个。我们说到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前面、后面、左面、右面，这些都是方向的概念。概念是不固定的，例如我们说的东方，例如说那边是东方，或者说这个人在我的东方，但是如果我们移去到那里呢，我们就变成了中央，而原来这个称为中央的又称为西方，是不是？我们又说啊，他在我的左边，他在我的左边，那如果我们走到他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变成我们的中心了，然后这边又变成了右边。所以说概念它其实是由于我们设身处地在那里而一种假定的一种名相、一种名词，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认知或者识知一样东西。也就是说必须得有，我们说的方向概念它就是以某一个物体为参考物，然后其中的前后左右分为东南西北、上下等等。第四个是时间的概念，我们说到的今天、明天、昨天、早上、中午、晚上、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去年、今年、明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个世纪等，这些都是时间的概念。比如我们说现在是8:30啊，这个是属于概念，但是在究竟意义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的时间。时间是我们假定的，例如我们说到的是一天，一天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确定所谓的一天。现在一般公用的是24个小时为一天，是不是？那中国古代呢，12个时辰为一天，那古印度呢，昼夜60乘为一天。
我们又说一个月，月亮运行一周称为一个月，太阳运行一周称为一年，所以呢我们说到的时间概念呢它是这样。但是呢在就近意义上来说，没有所谓的时间，时间其实只是名次法不断生灭的一个过程而已。第五呢是空间的概念，例如我们说到的这室内的空间、山洞、原野、楼上、天空，那么这个代表一定的空间，这个称为空间的概念。还有第六是相的概念，相的概念是由于修止培育定力获得的内心的影像，这种我们称为禅相。禅相也因修行的方法不同而分为很多种，例如我们专注呼吸而修行入出心念，修行入出心念，呼吸本身是一种概念，我们也称为变作相。如果我们持续的专注呼吸，那由于我们的心念增强，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由于自己呼吸的变作相慢慢的变成了取相，而又取相要再变成了色相。我们可以通过专注色相而证得禅那。为什么有相的概念呢？因为相巴利的尼米达，尼米达的意思就是标记，换而言之它是心的影像。在事实上来说，从就近意义上来说它并不存在。例如我们说到的这里的禅相啊，修住住心念专注的禅相，一个禅修者可以通过专注禅相而证得禅那。但如果从就近法来分，没有所谓的禅相，禅相只是由于心生色法跟识觉生色法而已。但是由于我们的心达到一定的强度，它产生由于心所产生的色法里面的色的颜色是很明亮的，同时呢在心生色法里面它的火界所产生的识觉生色也是很明亮的，因此我们看到了禅相，在修行就看到了禅相。而且我们再去分析一下，所有能够证得禅那，所有能够证得禅那的业处，它的所言它的对象都有一个特征，都是概念法。当然除了无色定里面的实无边处跟非想非想尊，这个是取究竟法，所有能够证得色界禅那的，它的对象都是概念法。为什么呢？因为概念法能够形成相，究竟法不能形成相，因为相是属于概念。而且呢相是心的影像，例如我们说到的白变的变相，如果一个人持续地专注白色，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他的内心如果是很强的话，他可以很明显地在他的面前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像。如果说我们要证得色界的禅那，证得色界的禅那所取的相，它是由色法组合而成的概念，这种概念被心认知为一种影像，这种我们可以通过专注这种影像才能证得禅那，而这种禅那就是色界禅那。所以色界禅那必须得依色法形成的相而证得，而因为色法形成的相所专注它而证得的禅那，我们称为色界禅那。因此如果修定的话，证得禅那是这么样来的。那为什么专注究竟法不能证得禅那呢？因为究竟法是有生灭相的，修观的时候我们观照的是究竟法，但是修定的时候我们观照的是概念法。因为概念法它可以给我们的心长久的认知，但是究竟法刹那刹那生灭，它不能，我们的心不能够停留在一个究竟法很久，除非我们的定力很强。如果我们以一般的心去认知的话，例如我们说我们可以想一个人，想一个人可以想很久，是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影像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人是一个组合的概念。因为这种概念可以给我们的心长久的认知，但如果我们在分析这个人里面的色法，那色法是怎么样的？刹那刹那生灭的。我们再去分析他的名法，名法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如果对象刹那刹那生灭，那我们的心可不可以去专注一个不稳固的所缘呢？啊，可不可以？不能。所以唯有专注于稳定的所缘，我们才能够得定。也就是说，心的稳定必须依靠所缘的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得通过专注概念、专注相而证的禅呢，就是这样的道理。那我们再看看名字的概念。名字的概念一共分为六种，一种是真实的概念。真实的概念就是说，虽然它是概念，但是它所代表的还是真实的存在。例如我们说到的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颜色本身属于究竟法，但对于我们对这些颜色的印象还是属于概念，所以称为真实的概念。例如我们在修色变的时候，专注的就是这种概念；修白变，专注的是白色；修红变，专注的是红色；修黄变，专注的是黄色。可以通过专注这些颜色的概念而证得禅呢。但是颜色本身它也是属于色法，是属于究竟法。但是我们讲到的究竟法呢，它是依色聚里面的颜色，这个是究竟法。但如果我们只是我们不用去专注它的究竟法，而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概念，通过这样我们可以证得禅呢。第二是不真实的概念，比如说男人、女人、这个讲堂、公司等等，这些是不真实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拥有自信，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被分解的。人是真实的概念还是不真实的概念？不真实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可以被分解的。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人，人可能太恶心了。我们说猪羊，我们说看到的一头猪，这头猪我们现在叫它猪。当然，当这头猪一个宰了之后呢，把猪头砍下来，把猪脚、四只脚剁下来，再把猪的胸膛把它剖开，把内脏拿出来，还有没有猪的概念？有没有？没有呢，它只是一堆猪肉。然后呢，如果是再把它再继续切的小块，那这个时候可能连猪的概念它就更加没有了，是不是？例如我们说现在这个房子，或者说一间屋，如果把瓦也拆了，把梁、把柱也拆了，把墙也拆了，门也窗全部拆了，还有没有房间这个概念呢？没有，因为它是可分解。对，自信上在究竟意义上它是不存在的，这个称为不真实的概念。第三是真实的不真实概念。例如我们说有智慧的人，智慧是属于究竟法，它是属于一种心所，是美心所。但人呢是不存在的，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说有智慧的人，智慧是真实的概念，而人是不真实的概念，所以加起来称为真实的不真实概念。第四呢，不真实的真实概念。例如说女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女人是不真实的概念，但是声音呢，声音是属于我们说到的颜色、声音、香味、触法，所以色声香味触法的声音还是属于真实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女人的声音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概念。还有呢，是真实的真实的概念。例如我们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眼是指眼镜色，眼镜色是究竟法；而识呢，是指心识，心识也是属于究竟法。
但他们两个组合起来能够被我们认知，它作为一个概念就称为真实的真实概念。第六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例如我们说到的中国人或者说宝峰寺的僧人。宝峰寺是一个什么概念组合概念。那人是什么概念？僧人也是个组合概念，它是个假定的。因为在究竟意义上来说，没有所谓的宝峰寺，也没有所谓的僧人。那这个时候两个组合起来，我们说这个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要比如说中国人呢江西老表加拿大的华人呢日本人呢美国人呢洋人呢，那这些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因为两者在究竟意义上都不存在的，它只是概念的组合。概念在究竟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却能够作为究竟法的影像被人们所认知。为什么说概念法在究竟意义上是不存在呢？因为它是组合，或者说它只是一种影像，也就是它是可以再分的，它只是人们所假立的。概念法只是世俗地，它是属于世俗地的范畴，而不是圣义地的范畴。例如我们讲到的人，人是世俗地，也是概念。但是我们可以说人在圣义地里面被分称为五蕴，或者又可以称为名色法。五蕴是什么呢？五蕴不巴利叫做班加坎达，班加是五，坎达是什么？坎达叫蕴，蕴也就是组合，也就是堆的意思。我们换而言之，就是五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所谓人的概念，所以这称为五蕴。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法的组合称为人。那例如我们又可以再把这五蕴又可以继续分，比如说色法，色蕴可以分为28种色，识蕴心，我们又依不同又可以分为89种或者121种心。所以我们平时所谈到的人，人只是概念，而且呢我们是可以把它称为概念，是因为他们被人们依各种方式来想象、推理、表达和认知。例如我们说某某法师，我们一提到某某法师，那么大家如果大家都认识的话，那么知道某某法师吗？例如我们说督导法师在禅修营里面，禅修人都知道督导法师，他就会联想到某一个人，是不是？那督导法师他又叫什么名字？那他的法名呢？是他可能在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给的。但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他的父母又会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如果在古代的时候呢，一个人还会有小名，还会有字，还会有号，是不是？那这些所有的名啊、字啊、号啊，它可以给我们认知，然后我们很自然而然就联系到这个是某一个具体的人。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名字可不可以代表真的是那个人呢？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能。如果这么样，现在的印刷术很发达把一个人的名字印得很多，那是不是表示那个人他就分身了很多次？那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字，它只是可以给我们进行认知，然后我们由于在世俗法里面共认的，我们会把这个名字跟那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人联系在一起。
概念法可以帮助人们认知一种影像，所以我们称概念法为世俗谛。也就是说，概念都是世俗法它所施事所安立的一个名字。例如我们说到的今天晚上8点到9点大家来江西佛学院的大礼堂里面上阿毗达摩课，那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或者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随之升起的一门心，就是我们的心念在运作，然后就领受这样的概念，我们就了解这样的意思。那我们讲到的今天晚上，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8点到9点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在江西佛学院的大礼堂，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组合的概念。大家是也是一个组合的概念，就是有若干的人组合在一起，这么组合的概念来这里上阿毗达摩课。因为我们有了具体的时间，有了具体的地点，又有了具体的内容，那这些声音被我们的耳朵听到了，那么这个时候识心漏过产生作用，他就领取了这些声音，然后再对这些声音进行加工，加工的是心，我们的一门心漏，然后呢再去领受，然后呢就通过这些概念的知道，哦，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平时说话语言或者文字的表达都必须得借助概念，因为有了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才能够认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够跟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也因为我们有了这种概念，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当然呢，我们说到的由于这些符号它所表达特定的物体，它能够被人们所共知，但这些所谓的表达，所谓的概念，它还是可以给人施事的，它可以依不同地方或者不同层次的人所施事。例如我们说就说人一样啊，人它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中国人，我说一个人大家都能够了解，是不是？如果现在我们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听不懂中国话的地方，我们说人或者我们说东西，他们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概念都给我们共知的、共认的，所以称为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世间所共认的。这种共认只是在某一个群体或者在某一个时空里面产生作用。例如我们说到的人，中国话叫人啊，在巴利里面，人叫做 manusia。或者叫布格拉，而梵文呢它叫曼努夏，或者叫布特嘎拉，就是布特切罗。而在缅文里面人叫做鲁，英文里面叫做 human， 而如果广东话呢叫羊，客家话叫银，潮州话叫囊，台湾话叫狼。所以呢，就因为在特定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啊，我们有一个共认的东西，所以这一种声音给我们领受，我们就能够形成概念。但假如我们离开了特定的空间跟时间的话，可能它就不能成为一种共认的，所以概念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特点。不同的人所形成的概念也是可以变化的。例如我们说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看也有不同的印象，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啊，他说了一句同样的话，人家去说啊他是赞扬你，但是他的另外一个人听来说，哎，好像他在讽刺我。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观念或者受的教育或者性格不同，所以看同样的一样东西也不同。同时呢，也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概念当中，我们会发现到我们所起的烦恼
其实也是因为概念而起烦恼。也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把概念当成是真实的，因为这么样我们就会起烦恼。例如我们说啊，他骂了我啊，他对我不好，他曾经伤害过我啊，他以前曾经想要整我啊，刚才他瞪了我一眼啊，你我他这些都是属于概念，是不是？但是因为这么样，所以我们产生了痛苦。例如说他骂我，或者我们说到的，如果说叫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啊，往往就是因为概念啊，哎，他说了你怎么样了，然后你听了之后呢，你就会被这种话套住了，你就感觉到很生气啊，他对我不好啊，他对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你就会因为你执着有他有我这种概念，然后你自然形成了啊，他这样的一个组合，他这样的概念在重伤你。但事实上来说呢，可能你他真的说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只是由于某个人传来的话，然后你的心里面形成了这样的概念，然后又由于你习惯性的思维，就对他的某些言行就感到很生气，于是你的痛苦就产生了，你的烦恼就产生了。又比如说啊，现在很多人说啊，我要赚钱，钱是什么？钱也是概念。如果我们再把钱一分析，钱是什么？钱是一张纸，是不是？钱是钞票。好像我们看缅甸，因为缅甸的钞票它是很不值钱的，一张大概面值是500张。500张的缅币啊，只相当于人民币大概是3-4块钱了。那么如果是这么的话，你就不会很珍惜。如果是要买一些贵重的东西，可能要拿这个布袋的钞票去买，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的钞票呢，它如果是面值越低，它跟纸越相近。那如果钞票呢，它只是一张纸上印有若干符号的东西，然后我们形成了钞票，然后为钞票而生，为钞票而死，为钞票而狂，是不是？又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追名逐利，有权有位，所谓的名所谓的利是什么啊？别人赞扬你啊，别人吹捧你，这是什么？只是风，风在你的耳边吹，然后你为他而飘飘然，为他而傲慢，为他而自以为了不起，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概念，但是我们的心去执取这些概念，于是就会有了追求啊，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得不到的时候就产生了痛苦。我们尝试用阿毗达摩来去分析一下所谓的概念。我们再举，他诅咒我啊这一句话。例如说，你曾经跟人在打交道，你在公司或者在寺庙里面，你跟人过不去，然后呢，后来你听到了那个人在背后里面重伤你。当你听到了之后，如果你还是按照一般的心情，就是一般人正常的心理来说，他很容易就会讨厌那个人，会恨那个人，会跟那个人有距离，是不是？但如果是从阿毗达摩来分，我们会看他在诅咒你，他在重伤你。那他是什么？他只是一堆名色法，那这堆名色法是很快就生灭的。所以他什么时候诅咒你，那一堆名色法什么时候诅咒你，你都不清楚。而且呢，所谓的诅咒只是由于他的心念产生而表达的一句话而已。因为我们会对这一句话会在意，然后我们就感到很生气。
假如现在来了一个洋人啊，你又听不懂英文，或者说来了一个德国人，你又听不懂德语，然后他在那边满脸堆笑的骂你啊，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在赞扬你，是不是？为什么你不会对他所说的话感到生气呢？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对他的话有那种领受的感觉，所以他的概念就是他所说的话的概念对你来说不产生作用。而无论任何的话，其实只是声音，声音一升起立刻就灭去，它不会停留。如果会停留到我说我，那变成我，然后说不是这样，一说立刻就消失。但是我们的心就会只取这些声音的像，然后形成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又给我们领受之后，我们会了解它的意义。这种无论是领受的声音也好，无论是意义也好，这些都是概念。然后我们就生气啊，跟那个人过不去，就恨他，甚至要寻找机会报复啊，痛苦就这么样来了。如果我们要修行也好，或者我们现在学阿毗达摩也好，我们学了之后呢，我们应当学习，有时候人应该抽离概念，要跳出概念的范围，不要经常给一些概念的框框、条条框框给陷进去。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概念而快乐，因为概念而痛苦，因为概念而忧愁，因为概念而烦恼，这很多时候是画地为牢，然后我们自己套自己在那里，好像本来这个世间是海阔天空，你偏偏你要躲到一个小茅厕里面去，然后就去怪为什么这茅厕那么臭啊，为什么他拉的屎那么臭，那其实就是自己套住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认知的概念之后呢，我们知道其实概念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下很多的得失，放下很多的计较。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概念是造成我们轮回的原因，是使我们堕落恶道的元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所谓的我，这个我是不是可以造成我们造很多不善业、造很多业的元凶呢？我这个叫什么？这个我的概念就是 Sakkayaditti 有生见，有生见也叫邪见。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打破了我，放下了我，他就不会造很多的业。我们说到的我执、我见、我慢，哪一样不是概念啊？因为你执起的有一个我，这个我其实只是一堆名色吧，只是一堆五蕴。而无论是民法也好，无论是色法也好，无论是色受想行识也好，它都是刹那刹那生灭，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根本没有所谓的我。但由于有了这样的组合，我们形成了这样的概念，然后会去执起它，有了我执就会有种种的追求，就会去造业。又比如说我见啊，执起的有我的实体，有我的灵魂啊，有我所拥有的东西，这些都称为我，我所或称为我见。而我见所执起的我到底是什么啊？是概念，是不是？那我慢呢？我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我拥有钱啊，我拥有地位啊，我拥有名利啊，我家财多少多少啊，我的位职位多高多高啊，然后呢你就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这些都共高我慢所执起的是什么？还是我。所以因为有了我，有了你我他，我们就有种种的分别。因为有了种种的分别，我们的心因为这些不善业、不善心，就会造很多的业，由于业成熟的带给我们轮回。但我们学了概念之后呢，我们应当
也要学习，要从你我他的是非纠缠当中，从概念的圈套当中解脱出来。不过呢，虽然概念它有这些特点，但毕竟我们也是生活在概念当中，概念有好有坏，概念既是使我们产生烦恼的原因，使我们痛苦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在修行的初级阶段，我们也是离不开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概念是属于世俗地。为什么称它是地呢？地就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世俗的巴利叫做 Samudisaja， 也是大家共认的真理，在我们平时的语言表达上并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说有我有你我他，有在大家在这边学习等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概念是有是必要的，而且概念是保护世间让世间正常运作的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在修行上也是，如果我们说到的修戒定慧，修戒跟修定离不开概念，如果我们抽离了概念的话，那么我们无从持戒，我们无从修定，是不是？因为圣义地究竟法是属于论教法的范畴，是属于阿毗达摩的范畴，它是用的是分析法。但是呢，在我们讲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达到拥有观智，他还必须得先拥有定力，想要培育定力还必须得先持戒。而持戒他所讲到的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些都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也就是世间共认的范畴。如果你抛开了世俗地，抛开了概念，那我们连做出家人的身份都不成立。例如说我们说到的要成为一位比丘要成为一个出家人，他必须得有很严密很严格的程序，是不是？这些程序是什么？这些程序如果用巴利来说，就是乌巴萨玛达，乌巴萨玛达也叫受记足戒，也就是它是通过一种共认的方式，在僧团里面共认的方式而认定他，赋予他这样的身份，从此以后他就有资格披着袈裟而跟僧人一起过着梵行的共住的生活。这种共认的程序其实都是通过概念，通过世俗地的方法来完成来达成的。之后呢，这个能够做那个不能做，这些也是属于世俗地的范畴，然后他在持戒清净的基础上再去起概念法为所言，去专注于特定的对象，例如说专注呼吸也好，修慈心也好，在究竟意象来说，慈心的对象只是一堆名色法。但是如果我们去把慈心散播给名色法的话，没有对象。但是我们在慈心的业处里面，我还是会分有男人，有女人，有师长有认识的人，有不喜欢的人。之后唯有这么样，我们才能够起友情的概念来培一定力。那无论是起友情的概念也好，起地水火风的概念也好，起青黄红白的概念也好，起光明的概念也好，或者起身体的概念，就是32身份的概念也好，通过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影像，我们去专注它，然后我们就能够培一起定力。而当我们培育了定力之后，我们再去修观。修观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观，例如说所谓的友情，在修慈心的时候，我们是从世俗地的范畴去培育慈心，有慈心散播的慈心。真的慈心是真的能够散播吗？不可能。真的有友情给你接受你的慈爱吗？也不能。这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但是在世俗地上，在所谓的慈心其实也是一种概念，就是形象的概念。然后呢，所谓的友情也是一种概念，但是在修定的阶段，我们不能够破这些东西。如果一破的话，我们连定都培育不了，就像持戒一样。如果一破了，那么不要说持戒，连
出家的身份连所谓的戒法都谈不上，因为世俗地是大家共认的共知的，同样的有情也好，男人女人也好，天界的众生也好，人类也好，堕落去的众生也好，这些都是大家共认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具体的对象，通过具体的对象培育起来的心成为禅那的心，然后再利用禅那强有力的心来关照，关照什么？关照所散播慈爱的对象，其实只是一堆名色吧，要关照他的无常苦，同时也关照禅那的心。有所谓禅那的心吗？没有，它只是一堆极快速生灭的心识、生灭的名法而已。然后我们在观照这些名法的无常苦，唯有通过这么样观智才能够提升。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讲概念？其实概念既是使我们产生痛苦的原因，但是它也是保护世间的原因，它也是使我们清净戒行跟培养定力的原因。唯有这么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修观，我们才能够提升。而修观必须得以修定为基础，修定又必须以持戒为基础，这个就是修行层层增上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讲戒定慧跟律经论的关系，以及讲概念法，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学习色法。